MyMedicare 是一种将患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关系正式化的全新方式。在你登记加入 MyMedicare 的时候，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他们可以获得额外的政府资助，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护理服务。澳洲各地很多医疗服务提供者都已经在 MyMedicare 登记，因为这样可以支援他们提供量身订造的护理和服务，满足定期就诊患者的需求。定期去看你的全科医生，透过 MyMedicare 和医生建立正式的关系，可以带来更好的健康结果。患者和他们首选的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到登记加入后的好处包括可获得由 Medicare 资助的加长时间远距诊疗，为经常去医院的慢性病患者提供更适当的护理，为养老院的院友提供更多定期的全科医生探访和更好的护理计划，向你的全科医生或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查询如何登记加入 MyMedicare。 繁体中文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mymedicare。